这里是由草本清肠美容专家香丹青独家冠名的市井发现。同时呢，也感谢养肝护肝一杯就好的天天清护肝茶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哎，对对对，生活里面总会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而且他们给我们带来很多正能量。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会在这个凡人城市的这个板块当中去感受别人生活魅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今天又感受正能量了。尤其是这后生可畏这四个字啊，是我今天最大的感受。哦，很年轻，非常非常年轻啊，这简直就是大学生，就是你感觉到吗？就是我大概十年前的那种状态。哎爷，头也不顾及年龄，干脆的90后大学生。对，就是90后大学生嘛。做什么呢？他就是拍纪录片的，而且他还不是专业的，就一个姑娘自己来拍这个纪录片，拍完了以后还入围了国际大奖。哇，太牛了！我感觉我这几年白干了。没关系，我们向他学习。那学一下。这个是眼睛，谁不红的都得有热情。That's the maximum now.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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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第二次拜访通道，第一次拜访就是跟随马蹄来到通道，来拍摄这部剧。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放了，然后非常感谢各位乡民们对这部影片对马蹄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先关灯。This one up there too. I'll ask the local village, 那个村长。这个是我第二部，我大二的时候买了第一部单反，就是这部。650D 是一个比较菜鸟的那种装备了。最开始是因为拍了外国人在长沙的第一部，当时是我从大学就很喜欢摄影，后来就选修了一个课程，当时是把这个作为课程作业的时候教的。我没有想到这个短片可以在网上就是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然后就很多人就很喜欢。我干了，我们结婚了。我很喜欢长沙。我喜欢英国人干么子，我爱长沙。后来我就想拍第二部，所以我老师就让我说，我把马蹄的电话码给你，然后你可以去采访马蹄。然后我就从零开始认识马蹄，然后就拍了他。你来看我，2月28号是我第一次采访他，3月22号来到通道的。所以你放映也会选择来这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湖南是我第一次去乡村拍东西，有种家的感觉，因为我老家就是农村的。我是广州边上的一个区，是叫增城区。我是6岁来到长沙，6岁到16岁在长沙。我肥干啥了，小伙？拍了多少素材啊？几百 G 吧，但是我没有具体统计。就在通道的部分啊，在长沙的部分都是我跟拍的，因为我拍纪录片的方式就是跟拍抓拍，也不会去摆拍什么的。把他在中国这些年的经历，还有他的音乐联系在一起，还有他在通道的生活，这些儿童，这些孤寡老人，还有这里侗族的文化联系在一起。Thank you.
是从这影片当中学习到的东西，而不仅仅就是纯粹拍一个影片。那么我们现在事不宜迟，我们请马蹄为我们讲两句好不好？欢迎马蹄。我还没准备说什么什么，因为你们都看过了二十多分钟我在说话，所以现在不要听我的说话。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来了。好。做放映会的时候，在湖大筹到的钱，然后买的本子跟文具，然后很多笔什么的，然后就可能数量不多吧，但是就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留守儿童。他一来我们这个地方，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开启那些思想啊，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非常感谢他。再折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放对就是我特地买，就是从第二次在学校放映的时候用的，然后订了一个5米乘以3米的幕布，然后就带到这，全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的，基本上。包括海报设计啊，到放映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过程，然后今天是第四场，之前都没有这么多人帮忙的，就是自己搞。这个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在做摄影，然后跟我一起过来。这是我的外国朋友，他是通道的，然后他是在微博上找到我，然后就认识我的。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就是现在就没有那么困难，然后花费也不是很大。那这些花费是自己出？我们有两个箱子，一个是装设备，一个是装物资，然后还有生活用品什么的，电脑，就我们三个人。好，这么近。可以。走了，这里左拐。包括通道这边的小孩子，包括马蹄，都让我觉得是很好的人，所以想过来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然后很想跟夏墨怡学姐做很好的朋友，然后以后也可以就是多和她学习。现在去哪里？Well, Grace is my best friend for a long time now, my best Chinese friend. So of course I would go with her to help her. And plus I wanted to see the countryside. I've never seen Hunan countryside. I've never been to a small village. And as a best friend, I wanted to be there to support her. I hold the camera bag for her. And I stay out of the camera's way. I'm 2 steps behind Grace at all times.So all I see is her back and the beautiful green grass and the river. So I enjoy the nature while she has to do her job. Oh, 我可能会从事编导这个行业，或者是导演。我暑假会去实习，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没有，想拍的东西都没有拍完。非科班出身，他热爱摄影，一部入门单反，一个电影的梦。我大二的时候买了第一部单反，从零开始认识马蹄，然后就拍了他。90后女孩跟拍瑞士音乐家，辗转3D，探寻侗族音乐。这个在新疆录音的，这个动画非常好。那这是单部的。在湖南是我第一次去乡村拍，有种家的感觉。还原梦想，跟随心灵。
女孩和老外，电影与音乐，全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的。我现在真的很开心。市井发现，稍后为您讲述。I come from Switzerland. I've been in China since 97. Changsha is home for 4 years now. I'm a musician and I first came to Changsha in 99 and I enjoyed very much. 我们都从出生的时候开始音乐唱歌，老人不知道是唱歌，他们都说啊，别哭了别哭了，但是我们都在唱歌的。18岁我才离开高中的时候，但那个时候正开始学习英语。他叫马蹄，他叫马，动画就说马打，我们就爱他。你们知道他是到这里来干什么的吗？我不知道嘞，他就来这里玩了。他说他喜欢逗小孩玩。第一次是2009年夏天，2009年的时候，那个中国的很有名的那个老子、孔子、庄子、道家都说没有为什么，有道，有缘分，有什么都有，是这样的。有一天有打电话啊，马蹄你可以来那边录音，有人唱歌在这个通道地方，不知道是哪里。我觉得啊，应该有意思，我去。忙没有啊，我爱有感觉的音乐，有意思的音乐，有感觉，无所谓是什么感觉，是暴力的，是可怜的，这个无所谓，但是有一个真的感觉的。Art with heart. So the first 2 years I only listened and learned about Chinese music. I didn't perform really, I didn't worry about it. Also, I knew this was going to be a lifelong thing, so there was no rush. This was...It was still very rock. After that, Wang Lei asked me to join the band, really, and I became one of my favorite jobs in music, which is a musical director. Until 2007, where we were working on a big project with Sichuan Opera. At that point, we also rearranged Wang Lei's repertoire from really techno hardcore.To acoustic, unplugged, and reggae music, which was, to explain it, it's you go from this to this.那个在2000年买的广州买的那个 Jisco Supermarket， 不在音乐店，在 Supermarket， 180块，180块，2000年的180块，这么美，这么好。前面有录那个唱歌的人，这个我们在一个大米店里面，在那边录那个树叶，树叶吹的，树叶吹的，别的乐器都是我自己家里加的。我告诉你啊，哎呀，我没结婚，就大部分的人结婚就是因为别的人说过要结婚，哎呀，快结婚。人生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呢到了20岁还是孩子们，还有生孩子，没什么意思。
那您现在中文讲得很好哎。没有没有没有，我骗你们讲得很好，因为我会说得很快，但是还有好多需要做。现在有人说我说的是跟南方的中文中规话学习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用想象力，有一些是那个 body language。 全世界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家人。Hey, Bob. Hey, Bob, okay, give me 2,000 of the BP ones. Okay, got you. And give me 600,000 on the, what is it, the Aramco. Yeah, they're going big in Iraq. Okay, I'll call you later, I'm on TV right now. Okay, cheers. 对，这个高科学好厉害。古灵精怪，我觉得像老顽童一样，感觉。虽然他已经48岁了，但他还是在无论是在山村里还是在城市里，它都是给人散发出一种蛮有正能量的。我觉得我最近在装修这个老房间，一步一步改好，也有学习毕业的生活办法，学习木工，学习做工。从哪里做的？一楼。你要把它留着吗？在你手上真是啊，好吃了。做爱做的事，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东西，所以我现在真的很开心。